晚上好，我是广西百岁的黄老元。太阳很好，我是广西百岁的刘毅。欢迎我们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广西百岁的。我们吃宵夜了，我太阳门。对，我们现在在百岁的夜市。这是啥东西？隔山肉。隔山肉。隔山肉是什么？隔山就是猪的那个肌肉和腹腔之间的有一块连接的肉。市场上没有买得到的，你肉街小摊就有了，你可以拿。哎，我吃了一口，像瘦肉一样。它本身就是瘦肉，这个是一块神奇的肉。它一条猪上，它只有一小块的，不大的，但它吃起来那个味道很有嚼劲，很甜。一条猪就一条小条而已。可能我们平常吃过，但是可能我们平常跟猪里脊就捎带着一块就卖掉了。但是你这边专门把这个隔山肉，对，专门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就相当于你们在全国买猪肉买不到猪眼睛是一样的，猪眼睛，这有猪眼睛吗？等一下就来了，吃猪眼睛，烧烤猪眼睛，烤猪眼睛，这个是啥？水蜈蚣，这是水蜈蚣，水里边的一种虫子，在水头底下挺多的，在小溪里边才有。这也能吃啊？能吃。这油炸了，炒出来的，就是爆炒。这敢吃不？你可以吃。哎，这个多好吃的水蜈蚣！你吃个大的。嗯，我吃个大的，很甜的，很脆。我吃个小的。嗯，这个呢？这是蝗虫，不是竹虫，说错了。竹虫哪个竹？竹子的竹。竹子里面的虫。竹子里面的竹。这个我还没听说过。嗯，这高蛋白啊，这一盘多少钱？是78还是87？我忘了。一盘78。嗯，吃一个。啊？这玩意儿跑进去怎么办？跑进去下崽呗。炸死了好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呀，这个。锅啊，我们内锅啊。香着了吗？这是属于高蛋白食物。真能装。来，尝尝这黑的。尝尝这个。这水蜈蚣啊，我今天要在百色的夜市吃一个水蜈蚣。水蜈蚣比这个好吃，竹虫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味儿，也许我害怕给直接咽下来。这个是猪眼睛啊，猪眼睛的话里边有汁，就吃的时候呢要把嘴巴闭上再嚼，不然那汁会飞出来，会流出来。哦，汁会爆出来。哎，对对，我还以为是张开嘴一咬眼睛，眼睛跑了嘞。我要吃猪眼睛了，刚才我吃的是水蜈蚣，我又吃了虫子，我又吃猪眼睛了。嗯嗯，好吃。嗯，焦焦的。干嘛呀，笑成这样。猪眼睛我吃了，这过的这个日子什么日子？吃了个虫，吃了个水蜈蚣，吃了个猪眼睛，我体验到了没有体验过的一种生活。这个就是天梯，来给我一个天梯。哎呀，猪的天梯，对，就是猪的那个上颌的部位。这个是牛肉炸弹，牛肉里面夹了一个紫天椒啊，这个辣椒腌制过，这个味道口感很一流的。看看，嗯，先说。辣不辣？你连那个辣椒一起。这叫啥？宝盖。嗯，宝盖是啥？就是那个猪的黄喉嘛。猪的黄喉哈。嗯。看好，我就开始吃黄喉了。现在这名字连到一块，我准备。哦，吟诗一首。这是烤猪眼。能看到我不？不稍微。嗯。刚烤好的时候不能吃，因为里边有汁，烫，特别烫。啊，现在放凉了才能吃，一咬开，那个汁突跑到嘴里去了。差不多，我也相信。好想相信，嗯，我们喝。